2023荣耀云林典范奖授奖者，人间国宝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大师，喜会生命的彩虹林聪明校长，翻转传产异国创业丁崇成拿督，艺术科技实践企业 ESG 陈美琪董事长，举重若轻孝道传承张朝国总会长，心怀感恩同心传善谭亮吉董事长，智慧远距翻转天香医疗黄瑞仁院长，无所畏惧的慈爱陈树菊阿嬷，感谢有您分享您的荣耀，共享云林的骄傲。